谁殿下？陆殿下是问顾姑娘吗？人呢？王成是刚刚带着人过去，去给我取几样东西过来。哎，我摆，我这放开他。 叫你放开他！你没事吧？殿下是想亲自问呢？出去！我要亲自问。那就是了，退下，退下。 多羡慕，将来可以亲眼看见他的那个人。 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女孩子说这种话不好。是假话，殿下，就当成真话来听，不行吗？ 多留小人一天。千金之子，做不垂堂。抱歉，我不觉得你有一天的价值。你到底是谁？说，你的音色，你的性命，根本就不配跟他相比。 小人有错有罪，殿下要杀要放，小人甘愿领受，就是别赶小人走，小人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。小人以后会听话的，不要赶小人走。干我的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只有他不行，殿下，又要抛弃我了。 是刚刚带着人过去，去给我取几样东西过来。没事，我摆。放开他！我叫你放开他！你没事吧？殿下是想。 亲自问呢？出去！我要亲自问。那就是了，退下，退下。
有多羡慕，将来可以亲眼看见他的那个人。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女孩子说这种话不好。是假话，殿下就当成真话来听，不行吗？一天，再多留小人一天。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抱歉，我不觉得你有一天的价值。你到底是谁？说，你的银丝，你的性命，根本就不配跟他相比。小人有错有罪，殿下要杀要罚，小人甘愿领受。就是别赶小人走，小人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。小人以后会听话的，不要赶小人走。跟我抵事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只有他不行。殿下，又要包弃我了。